福传千里，有缘爱相随。欢迎收看《原来一家人》，我是张雅婷。荷兰籍的配偶汉乐意热爱中华文化，还很喜欢打太极拳。他细细钻研太极拳七年时间，买了上百本的书籍研读，甚至拜师学艺，可以说是相当认真。调整呼吸气息，抬脚舒手，一举手一投足，这位荷兰来的教授汉乐意对太极拳的热诚从他专注的眼神可见一斑。9分50秒他在做什么，他是第几个教室，都是说你要注意他的右手怎么样，他的左脚怎么样啊？不只看 DVD， 还做笔记。汉乐意把做学问的态度落实在太极拳上头，而他还有一个小嗜好，品点小酒，喝的是马祖高粱。就是因为去年我发现台湾有马祖的高粱酒，我特别喜欢喝，甚至于比较喜欢，就是比这个还要觉得好喝。一旁是他的牵手苏桂芝。6年前汉教授的60岁生日，苏桂芝用汉教授荷兰家乡当背景，他的著作当主题，送了一幅画当生日礼物。这个呢，是象征无限，那个 infinity， 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希望此后啊，你这个创作也会是无限的。去年的生日则是用汉教授的名字设计的便签，两个人的生活用心并且充满爱。因为每次带过来我都